Hello， 各位观众啊，欢迎翻嚟收睇第三集嘅《吹水随机》啊！咁啊，我今日玩个 game 咧就系 Minecraft。我发现呢一个 game 用攞嚟吹水都几好嘅，因为你基本上冇乜 objective 嘅。咁啊，我自己都 set 咗 objective 嘅。咁啊，今日咧就要去翻嗰个矿场度搬啲石上嚟咧，去到起嗰间屋啊！咁啊，呢一个就系上一集啊 ，IJedi 帮我 cheat 翻嚟嘅呢一间屋啊，整埋个地狱之门啊！咁啊，啲钻石真系掘嘅，帮我整咗个稿，我哋入去参观下先。系啦，咁啊，而家要收拾翻啲残局啊，因为你哇，你睇下乱到真系咩嚟啊 ？Spider Eye。咁啊，但系啲玻璃咧就系 cheat 翻嚟嘅，唔系啊，有少少好似俾啲细蚊仔玩完之后咧收拾残局嘅感觉啊。咁啊 ，anyway， 咁我咧就会准备搬啲石出嚟咧起嗰啲屋啊。咁啊，而家我都搞紧呢一个Minecraft Realms 啊。咁啊，即系等可以将呢个Will McKelvin 咧拱咗上个 server 度之后咧，等啲观众嚟喺度一齐玩啊嘛。可能佢可以割块地俾佢啊，喺度自己起屋啊，咁样诸如此类啦，系啦。咁啊，到有消息嘅时候会再同大家公布啦。但系我要自己搞好咗自己个地方先，咁啊呢个世界暂时咧发展咗好细，得一间屋啊。咁我五月六月嘅时候同太太去动物月嘅时候，欧洲好多嘅地方咧，睇过人哋啲堡垒，发现一样好得意嘅嘢。我之前都讲过嘅，就系咧佢而家起到好大啦。啊，我哋喺度行喺度讲，唔需要喺度等。佢起到好大啦，就系、是、其实一开始佢唔系咁大。你睇翻个历史咧，可能一开始个皇帝啊嗰阵时仲系荒山野岭，好似而家咁样嘅啫。咁我发现呢度有个无论系战无论系搵嘢食啊，或者系抵御外敌咧，一个好紧要嘅位咧，咁啊觉得啊呢度几有用喎，咁啊于是就喺嗰度起咗一个好简单嘅一个类似屋仔啊，或者一个瞭望台咁样啦。咁啊后来发现慢慢发展到啊，过咗几代啦，咁啊可能发展到慢慢扩张咧，咁啊有啲规模啦。咁啊，再过多百几二百年咧，咁啊啲皇帝越起越多啊，或者啲皇室喺度扩展咧，就变成而家啲好大嘅城堡啊。咁啊，呢个说明咗啲咩咧？就系所有嘢咧，唔系一日建造嘅，即系你系一开始慢慢累积咁样起下起下，最后就变成一啲好宏伟嘅城堡啊。咁啊，所以咧，我而家就做同样嘅嘢。不过 before that 之前咧，我哋要去我哋嗰个地方睇睇而家你嗰个乜嘢。咁啊，好耐冇玩過呢一個嘅，哦，如果冇記錯，應該係呢一度嘅，係啊。而家暫時食翻嚿肉先，好痛。好啦，咁啊，今日講嘅 topic 係乜嘢咧？就係呢一個嘅夢想、幻想同埋理想啊。咁啊，呢三樣嘢好唔同嘅嘢，我發現香港人咧成日都搞錯咗啊。咁誒，近排點解想講呢個題目咧？咁啊，近排同啲 friend 啊。讲翻起我哋读书嘅时候咧，啲低能搞笑嘢咧，咁啊，大家讲翻，嗰阵时大家其实想咁啊，而家过咗若干年啦，即系八年啦、十年啦，咁大家距离当时想做嘅嘢又有啲乜嘢嘅改善咧？咁啊，发现十个里面有九个咧，都系个谂法已经变晒啦，同之前佢哋所谓嘅理想咧，有啲会继续嘅。嗱，呢个原本个入口嚟啊，我发现好危险咧，所以就。在另外一個位置開闢了，看看我記不記得是哪裡先。哎呀，忘記帶把鉸剪來添。好。Where are you？ 有少少似啦。係啦，咁啊，所以咧，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講一講呢個題目。咁啊，大家如果唔知呢、這、一個，行錯路，呢度係水啊。OK， 應該在上面一個。大家唔知呢個系列講咩咧，主要每一次都揾只 game 嚟啊，同埋揾一個隨機嘅題目啊，咁啊睇下嗰陣時近排有啲咩撩起我嘅興趣啦，咁啊用30至45分鐘嘅時間喺度吹下水嘅，咁啊當然你冇興趣聽咧就唔需要聽噶啦，係啦，咁啊可以熄咗佢或者喺度熄咗個聲，咁啊齋睇喺度玩呢個 Minecraft 啊。咁啊每一次都玩啲唔同嘅 game 嘅，當然有時會翻炒啦，冇咁多 game 俾我玩。冇錯，就係呢個入口。睇下擺咗啲乜嘢先。係啦，之前嗰個就係上面落嚟嘅，呢個比較危險啊，所以喺呢一度安全啲。好，嗱呢度又有啲，我哋今次嘅目的咧係睇下可唔可以搬翻啲嘢走。哇！咁我掘咗幾多嘢我都唔係好記得。
係啊，總之我知道已經越掘越深。哇！呢度都危險，呢度都要整翻個。誒，呢度有個出口咧，咁得意嘅。我幾時掘咗我都唔知啊。好啦 ，anyway， 咁我哋入翻正題先啦。咁啊，大家都香港人咧，我發現香港咧，其實唔係近排啦，已經好幾年咧，大家就話。唉，香港人都冇夢想嘅，成日都講埋啲好實際嘅嘢，唔係講錢啊，講買樓，一係就買下，講點樣發達，去買股票，係嘛？即係點可以做人，點可以冇夢想咧？跟住就開始 call 阿星爺嗰句咩冇夢想同鹹魚有咩分別咧？咁樣嗰啲嘢走出嚟，咦喺度起條橋都好喎，睇下先啊。原來呢度有個入口，等我掘大啲先。应该有几个入口了，是的，彻底地摧毁，但是只是掘到四粒钻石而已，暂时是的。那么摆回出来先啊，这个钻石好挺好用的，真的，虽然好像浪费了一些。那么三样东西其实很不同，那么英文来说呢，夢想就叫 dream， 係啦，咁啊最出名嘅當然係呢個美國嘅民權領袖啊，馬德魯德Jr.，Martin Luther Jr. 嘅 I Have a Dream， 咁啊最後為咗自己呢一個嘅夢想咧，賠上咗自己生命啊，俾人刺殺死咗嘅。咁啊，但係呢一種咁樣嘅要人有夢想啊，唔甘於現狀呢樣嘢咧，好明顯係呢個西方嘅外國勢力，所謂外國勢力帶俾啊嘛。你好少聽到傳統嘅中國人話佢有夢想啊嘛。通常咧，如果傳統嘅中國人咧，都係講揾食嘅啫。咁啊，所以有呢一個嘅笑話，點解香港人咁中意揾食咧？咁啊，好多香港人唔認自己中國人啦。咁啊，但係其實香港同中國真係五十步笑八步嘅啫，即係。哇！呢度起條河都幾咩啊？其實大家好多嘢咧都好相似嘅，不過因為大陸啲太過有啲嘢太過賤嘅關係咧，所以香港人太不似啊嘛。而家啲學生就話唔認自己中國人。Hello， 牛牛，你企喺度啱啦，成為我嘅食糧。等陣，而家未肚餓住，不過呢啲嗰啲叫咩積谷乜鬼啊？係啊，嗰四字詞唔記得咗。總之就是不要臨渴掘井，前面那個不知道叫積谷乜鬼。好，是的，那中國人很少說，中國人不說夢想，通常說怎樣賺食，因為他想想怎樣生存，因為中國人的歷史都挺淒慘的，經常被人欺，所以有一個笑話就說上水啊，哇，大佬，我唔想喺度浸死，好重我裝甲都。蝙蝠一隻，好，唔使理佢。咁啊，有個笑話就話咧，點解點樣點可以起上去咧？落咗水得唔得咧？係得嘅喎。哇，好困难，哇哇 ，OK， 都可以。唉，有排骨啦。好，有人射我。要同佢决斗先。我而家有装甲，唔惊我。IJ 大帮我 cheat 翻嚟嘅呢套装甲。啊，唔系，我套应该黄金喎。哎呀！咁我套黃金裝甲，如果兩個人玩嘅話，咁嗰個人走咗之後，咁會變咗啲乜嘢啊？有冇觀眾可以解答一下我？嗰啲嘢會去咗邊咧？好啦，我哋喺呢邊起翻佢，兩邊接駁下啦。係咁啊，個笑話就係話咧，啲人問猶太人啊，見大家見面嘅時候咧，大家會問下大家做緊啲咩啊？咁啊，猶太人咧就會問平安嗎？大家係啦，咁啊，大家可能呢個唔知啦。咁啊，英國人咧就會話今日天氣點啊？係啊，咁啊，跟住之後咧，中國人咧就會話你食咗飯未嘅？咁點解會咁樣咧？咁啊，因為咧，哎呀，冇曬石啊！唉，我哋翻屋企攞。
好恐怖咁樣。好，我而家唔驚你，同你隻抽先。好，翻去順便瞓埋覺啦。哇，咩蜘蛛？哎呀！咁啊，因為咧傳統上面咧，呢個猶太人啦，或者以色列人咧，就成日俾身邊啲人打啊嘛，所以佢哋個歷史裏面咧都係冇乜冇乜安全感啊，咁啊，所以每一次見面咧，大家就會話：喂，你平唔平安，即係安唔安全啦、啊？咁啊，關於英國就係因為英國嘅天氣咧變壞無窮啊，咁所以大家都唔知聽日係好天定唔好天啊，咁所以大家見面嘅時候就話：喂，天氣點啊？近排係啊，咁啊，中國人哇唔好行過嚟，我唔想燒死。中國人咧就話食咗飯未？因為英喺呢個中國嘅歷史裏面咧，係中國人係成日捱肚餓噶，冇嘢食噶，成日就要餓親噶。咁啊，我心諗香港人大家見面都講啲咩？當然係講近排有咩搞啦。哇 ，Creeper， 冷靜啲。爆炸咯！哎，都要食咗一嘢。咁啊，因为香港人咧都好无聊啊，成日唔知自己有啲咩搞啊，唔知做啲咩好啊，唔知自己想要啲乜嘢啊。咁啊，于是咧就有一个呢个咁样嘅笑话出咗嚟啊。咁啊，关于呢个嘅梦想 ，I have a dream。咦，我系要翻去攞石嘅，成日讲下讲下，唔记得咗自己想做啲乜嘢。咁啊，关于呢个梦想咧，咁啊，香港人成日话，香港冇梦想嘅，成日讲乜嘢？咁啊，成日讲又讲钱，又讲买楼。咁啊，其实我唔系好同意一种讲法啊，因为 dream 梦想呢样嘢咧，其实系好个人噶，即系你嘅梦想咧就唔同我嘅梦想嘅。咁啊，好似我一個同事咁樣啦，咁啊，佢有一次大家即係一齊做嘢嘅時候咁傾下閒偈啊嘛，佢就話：，佢有個夢想咧，希望有一日佢有能力咧，可以買一架七人之車，咁就可以再去屋企咧，成日星期六日啊，周圍走啊，去下旅行。咁啊，呢個的確係一個幾好嘅夢想，因為佢好錫佢阿爸阿媽，唔想佢哋年紀老嘅時候咧都要同人逼地鐵或者巴士啊嘛。雖然都會塞車嘅，咁啊，但係大家 get 到我講咩啦。咁啊，所以生日嘅時候咧，我就送咗一架車，當然唔係真車啦，一架模型車，七人之車俾佢啊。咁啊，希望佢嘅夢想可以早日去到達成啊。唉，真係好亂啲 management 啲嘢，真係搞到頭都大曬。好呢度，起碼條橋先，咁我以後過橋就有保障，唔使成日游水過橋啊！死啦，點樣接駁？喂 ，Oh no！ 哎，好嘢，哎，起到啦！啊，真的是，魷魚唔該走開，我唔想傷害你，因為你冇肉食。所以我就送了一架七人之車的模型俾佢啊，咁啊當然佢都好開心啦，即係呢樣係對佢一種嘅鼓勵啊，希望佢組成佢嘅願景能夠早日達到咗啊，咁啊呢個咁佢而家仍然係要為佢嘅夢想去努力，咁啊但係呢個的確好事啊，我發現香港好多人咧，佢覺得咧要嘅嘢咧係應該第二個俾啊，特別啲新一代啊，即係佢冇嗰種。自己即係你嘅夢想都要透過自己嘅努力而達到啊！咁啊，即係如果有啲咁嘅諗法嘅話咧，嘛，你嗰個就唔係一個夢想啊，就係、是、一個 fantasy 啊，係一個幻想啊，即係冇可能發生嘅嘢。咁我自己咧都有自己嘅夢想，我細細個嘅時候咧就我就夢想自己唔係講翻先係啦。香港人咧，佢覺得咩叫夢想咧？係啦，買車買樓呢啲嘢都唔係夢想，啲咁現實嘅嘢係啦。咁啊，咩叫夢想咧？可能去呢個北極睇北極光啊，去呢一個嘅做無國界醫生啊，我希望我可以點樣有間咖啡店可以
哇，俾我需要打工啦，系啦，咁啊，佢觉得呢啲好有理想，好有梦想啊，呢啲值得赞佢。哇，你想买楼啊？诶，吔屎啦你，根本呢啲太现实啦，系啊呢啲嘢。咁啊，我觉得其实梦想系每一个人佢对自己某种嘅追求，而喺短时间达唔到，但系佢希望透过佢个努力咧，最终系可以达得到嘅。咁啊，而家所以好多后生嘅而家喺度呻啊，话啊呢个政府真系衰，真系都。俾我哋睇唔到有咩嘅機會係啦，可以達到我哋嘅願景啊！咁啊，我呢個都唔係好同意，我覺得其實香港都好多機會啊，即係並唔係佢哋講得咁差。咁啊，不過而家咧啲人就興咧將自己個人失敗咧，就即係而家個個都姓賴嘅，即係將自己一啲個人失敗咧，去到賴落一個整體嘅制度上啊。咁我相信香港嘅制度其實是可以更加好的，但是現有的制度其實已經很足夠呢，給一個人過去想過的生活，即是前提就是當然你要努力啦。那很多人不同意的，我不會跟他們爭的，我自己都是盡我努力。那講我的夢想究竟是怎樣先啦。哦，這裡就是剛才我們上面那裡很難去到跌下來那裡，很危險那裡。咦，這裡都有個出口的噃，我不知道，又是時候吃東西。好，我下去兜一兜先，因为太久没玩过，认一认啲路。我呢度有一个入口，我呢度只系掘到好少钻石啫。我唔知系我掘错嘅方法有问题啊，定点样？哇，好深下喎呢度都。哇，呢度都有两条路啊！死啦！我等阵点上翻去？系啦，咁啊，我好细个嘅时候有梦想咧，就系好想上太空啊。咁啊，啲人讲，呢个的确系一个梦想，因为而家好难噶嘛，即系上太空点上咧？咁啊，IAJETA 咧近排，其实我个 friend 个仔嚟嘅，咁就佢都好想上太空，于是就同佢妈讲话，妈咪，你俾100万我，系啦，你俾100万我上太空，我第时做嘢会还翻俾你。咁啊，當然小朋友啊，包括我細個嘅時候，唔知道究竟100万個價值究竟係幾多少。而家好抵啊！唔知邊一間公司出咗個scheme 啊，你總之做 training 咧，總之你普通人唔需要你太空人咧，就可以 join 佢哋嗰個 scheme 咧，100万嘅美金啊！大家記住，咦，冇嘢嘅呢度，就可以上太空啦。咁佢阿媽一開始覺得，哇，100万我俾唔起喎，真係，都唔緊要，你大個自己努力係啦，咁啊可以繼續自己去到上太空，咁啊，但後來諗下，其實個仔又講得有道理，其實而家嚟講100万上太空其實真係幾抵嘅，諗下有啲咩嘅方法，即係你唔需要國家嘅，咦頭先個基層嚟，即係去到最底啦，係啦，好我哋上翻地面起嘢啦，咁有啲咩方法咧？冇啊，係嘛，咁啊所以100万我係好抵玩嘅咁啊。但當然抵還抵啦，即係多人不會俾嘅。咁我細個都有咁嘅諗法嘅。咁我細個嘅時候，我諗可能兩三歲就見到太空船就話：，我嘅夢想就係將來可以上太空。咁啊，到大個少少啦，嗰個夢想再進一步就唔係自己上到太空啦。我希望可以有間公司咧，即係好似維珍個老闆啊 ，Richard Branson 咁樣咧，可以將呢個太空旅遊平民化，係啦。因為我呢度又有第二條路喎。哇！真係唔記得曬，呢個咩嚟噶？咁得意咩嚟噶 ？Anyway， 哇！呢度啲石冇錯，呢啲石要搬翻上地面先。但有啲難度，盡力啦。你啲嘢留喺度啦，呢個骨頭。啲肉唔要住，呢度冇得燒嘢咧。我啲咩嚟噶呢啲？肯定又系 IAJETA 掘落嚟。咦？呢度又有？哎呀，哇！真系唔記得咗啦，太耐啦。哦，呢度哦掘緊鑽石嘅之前。好 ，anyway， 系啦，咁啊認住呢一個位先，第時可以上翻嚟。我頭先講到邊咧？係啦，咁我個夢想就係唔單止可以自己上太空啊，因為我想將呢樣嘢平民化，因為我自己覺得咧，如果一個人啊喺太空望翻落地球咧，佢對佢嘅人生咧有一種另外一種體會嘅，可能佢會覺得人好渺小啊，咁啊可能令到佢嘅人生嘅怨氣少啲啊，咁啊當時一啲好天真嘅諗法啦，
咁啊，到大少少嘅時候咧，咁啊，即係究竟做唔做到，而家都未知啊！即係我究竟會唔會最後到老嘅時候有間公司 McKelvin Space Engineer 啊？即係，唉，真係極笑死！好喺度燒翻啲，誒，我啲肉咧，哦，拎翻啲肉先，成日唔知道自己做緊乜嘢，而家都未一個未知數，即係雖然都睇嚟都幾難啊！聽到啲聲，我嚟攞肉嘅啫。呢啲有用的，喺边度？应该喺隔篱。好，你不犯我，我不犯人，应该冇问题嘅。而家我谂方法点样上翻地面先，喺度烧翻两嚿肉先，系啦，喺度等一等。系啊嘛，但系咧，但系我当我大个嘅时候咧，发现咗其实呢一个咁样嘅梦想啊，即系你嘅梦想咧，未必系人哋嘅梦想嚟啊。咁啊，點解咁講咧？一次我喺英國翻嚟嘅時候，大家同啲 friend 啊，同啲朋友出去飲杯嘢咁樣啦，即係 happy hour 星期五嗰啲。咁啊，跟住之後咧，我同我 friend 講起呢樣嘢，咁啊女仔嚟嘅。咁我就話：，喂，我有個夢想，希望第時咧將呢個太空嘅旅遊平民化咁樣。咁啊，即係當然都唔會太過雄心壯志啦，即係只不過大家吹水咁樣吹嘅啫。咁佢就用一個好奇怪嘅眼神望住我喎，嚇。點解你要上太空啊？咁喺嗰一刻咧，佢一個好普對於佢嚟講一個好普通嘅反應咧，對我嚟講咧就一個好似好大嘅打擊啊！即係一直好似有啲嘢你一直覺得好正係啦，哇！呢一個好 grand 好宏偉，你個好壯觀，突然之間有條人同佢講到好似其實冇乜嘢啫，其實我哋唔需要咁樣啊咁樣先。咁我覺得好似突然之間有種俾人打沉咗嘅感覺啊！即係唔係話唔會朝住呢個方向努力，但係。你會發現開始認知到就係有很多嘢咧，就係、是你自己覺得一啲好正，或者你自己一啲嗰啲好好嘅夢想咧，對於其他人嚟講咧，其實佢冇咁樣嘅諗法，甚至佢唔覺得有啲咩咁特別啦。咁啊，好似譬如你做生意簽咗張大單，哇！我以前都未簽過咁大張單嘅，咁啊而家俾我簽到啦，咁樣啊個老闆真係好啊，咁樣即係咁欣賞我，而家咁信任我。咁但係對於個老細嚟講，喂呢啲嘢我都揾個人搞噶啦，唔揾你搞，揾個搞噶啦，你唔使咁大陣仗喎，真係。咁啊，所以你簽咗，哇走得咗，哇有你，而家有啲裝甲啊，驚你哋咧。對於佢哋嚟講咧，其實唔係一啲咁大不了嘅嘢啊。Ender， 哇，第一次交手啊，去咗邊？呢啲咁樣嘅嘢嚟，爆啦！冇事。哇！哇！好驚啊！好驚啊 ！Come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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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 to daddy！ Come to daddy！ 我入得去瞓覺未啊？好，翻去唞下先。呼，系啦。咁啊，到我大个时候，发现就系呢样嘢，真系你嘅梦想啊，对于其他人嚟讲咧，只不过有啲好普通啊。喺我老婆身上就睇得出啦。咁我哋去欧洲旅行嘅时候咧，冇中意睇人哋啲文化、历史啊。可唔可以同佢搏斗？咦，消失咗。文化歷史啊，譬如啲大英博物館啊，啲好 grand 嘅建築啊，咁啊，但係我老婆咧就寧願走去睇 M&M World 啊，或者了解一下人哋嗰啲生活啊，人哋啲稅率交幾多税啊，啲福利係幾多啊，即係啲比較實際嘅嘢啊，跟住我心諗，喂，其實即係對於佢嚟講，生活就係一種嘅哇，好擺翻曬出嚟先。生活嚟講咧，對於佢嚟講咧，先至係佢嘅夢想啊！即係佢會諗啊，第時如果有細路嘅時候，去邊度俾啲咩生活佢咧？咁樣佢就嗰隻嘢仲未走啊！因為我哋要喺下面割，哇！點解日光日白做呢啲嘢嘅？
俾啲咩生活佢咧？咁啊，呢樣嘢對於佢嚟講咧，先至實際啊！過嚟啊，射唔射到啊？水中都射到箭，冇玩啊，大佬！喂，做乜搬走嚿嘢啊？翻嚟啊 ！No， 拆咗啲咩啊？偷嘢啊，咁贱嘅，我搬走我张床啊，里面啲嘢得啦。好啦，而家搵啲嘢铲，我啲工具去晒边，真系唔知道，系咪呢度？劈嘢唔系劈嘢喎，收割嘢喎。唉，算啦，攞手执啦，我整面包。哇！刚入白石添啊！啲咁嘅嘢，好啦，咁啊，我哋继续翻我哋个话题先。讲剑劈都得嘅，好，将啲小物摆埋一齐。系啦，咁啊，可能如果比较近啲嘅梦想就系啊，譬如可能都系买翻。间楼啊，俾屋企人啊，咁啊，特别我爸阿妈啦，咁啊，以前大家好睇唔起呢啲咁样嘅嘢，而家喺个实际需要里面，发现都喂，其实几紧要喎。我爸阿妈咁老啦，而家仲喺唐楼度要掹楼梯，系咪要应该好啦？起屋系时候，系咪应该俾翻啲嘢佢哋咧？系啊，等佢哋第时即系养老嘅时候唔需要咁辛苦咧。咁啊，至於上唔上太空啊？呢、這個係咩太空平民化呢樣嘢咧？咁啊，已經冇乜點諗啦。咁啊，因為我亦都發現一樣嘢就係、你當一個夢想實踐咗嘅時候啊，你發現你想佢去到現實嘅時候咧，同你所想嘅咧，其實係有一段好大嘅距離啊。咁啊，譬如以前冇飛機嘅，咁啊幾百年前啲人見到想好似喺空中飛咁啊，呢個係一個幻想嚟嘅，即係冇可能咁啊！啲人試過都係有啲好低能嘅方法啦。咁啊，到咗百幾年前啊，我揾個空地起先，揾一個近係啦，就呢度啦，好嘛？係啦，就呢度啦，起個塔先啦，講事。咁啊，咁啊，到咗真系到咗百幾年啊，萊達兄弟嘅時候，因為當幾百年前個科技根本冇發展到咁樣嘅地步咧，你話真係要飛咧，係的確係一個幻想嚟啊，根本冇可能做得到啊。咁啊，真係到咗嗰個人類歷史發展到萊達兄弟出現啊，發現哦，原來理解咗啲力學係咁樣嘅，咁啊，佢開始覺得我哋飛行已經唔係一個幻想啊，係一個夢想啊。咁啊！但系你發展到而家，哇，其實都好近下嘅啫。其實起喺度係咪真係唔係？唔緊要啦，頂住先啦。最緊要唔使咁大間，隔一架。係到咗近代啊！呢一個嘅夢想而家實踐咗啦，即係而家冇人話，我想飛係一個夢，係我嘅夢想就係坐次飛機啊！而家好少啊，咁啊，即係而家啲人好細個就已經坐飛機周圍走啊。我就發現啲人點樣睇飛行咧？咁我相信嗰陣時萊達兄弟以前啲人冇得飛，而家有得飛啦。咁啊，對於佢嚟講係一大喜訊啦。咁啊，而家到可惡啊！而家到而家真係得咗啦。咁啊，發現啲細路仔都冇乜所謂嘅。咁啊，見到嘢咧，大陸人啊，成日喺飛機度鬧事啊，覺得即係如果我係呢一個曾經有咁嘅諗法，就係話如果啲人咧飛到上太空咧，一定有另外一種對人生有另外一種感受啊！你哋咁樣嘅諗法，因為我見到原來現實發生咗咧，根本就唔係嗰回事咧，究竟會覺得點啊？咁啊，我諗我幾年前已經諗通呢樣嘢啊嘛，即係就算我可以將呢一個嘅，因為留啲位整窗，就算我可以將呢一啲嘅所謂嘅可惡啊，太空平民化咗啊，咁啊，當個個都可以好。唔需要太多錢就上咗太空啦！佢哋上到太空望翻個地球嘅時候，咪真係覺得自己好渺小咧？係咪真係覺得自己哇？我真係以後要好好努力做人啦！哇，六啊幾嚿石咧，好快起完。係咪要覺得自己要好努力做人啦？咁啊，我就覺得唔會咯，係啦，因為嗰個人係唔會變嘅。佢覺得點樣？可能佢都好似
我太太咁樣，唉，上太空，唉，咁鬼死辛苦，不如我屋企睇下電視，睇下韓劇好過啦，即係咁樣嘅諗法咯。咁啊，可能佢有啲咩有興趣咧？譬如啊，我嘅間電腦公司係啦，真係整間 cafe 出嚟係啦，咁啊，哇，等啲學生啊打下機啊，食下嘢啊咁樣。咁啊，可能真係呢個對於佢有興趣喎。咁啊，即管係咁咧，喺個現實裏面咧，即係都未必咁容易發生啊。係時候要整翻個呢啲可以行上去係啦，都未必咁容易發生啊。咁啊，儘管我可能自己有咁樣啲好咁即係咁即係比較嗰啲叫咩咧？比較好嘅諗法啦。咁啊，到時啲學生。是不是很乖乖地在我的店铺打机啊，真的多谢你啊 Kelvin、啊、你给了一个这么好的地方我们、当然要给钱真的不是免费的。等我们放学可以来玩，我觉得不一定啊。即实会最后有些学生在那里搞事啊，报警啊，然后又在虾人啊，在虾爸爸，然后整鸡鸡不给钱啊，即你知道这个现实就是这样啊，即跟我理想是差很远的。啊、但是點解啲人都會覺得嚇、啊？哇！如果佢了，當然好多人唔知啦。但如果佢了解咗嘅時候，點解佢都要堅持去到做咧？咁啊，我哋要睇一睇呢個夢想嘅來源啊嘛。大家都會知道呢個夢想呢嚿好似起咗啲遺跡咁樣。呢間屋都唔知住唔住得人，不過唔理啦，起咗先啦。因為好似好樣衰啊，係啊，遲啲再整靚佢。冇乜美感啊，因為我一個工程師，我唔係一個藝術家。咁啊，呢個以前講夢想，可能大家即刻諗到就 American Dream 咁啊，美國立國嘅時候咧，咁啊好多人都會諗住走去美國，因為佢覺得嗰度好多嘅機會嚇，俾佢無論係名成利就，淨過一啲比較好嘅生活。咁啊，到咗今日其實都係啊，到咗而家美國政府咁窮啦，成日舉債借錢咧，好多嘅人仍然都係抱住咁嘅心態，希望喺美國揾到佢哋理想嘅生活啦。咁啊，而家香港啊，好多嘅人咧講理想啊，一定辣到係政治啊。譬如而家佔中一週年，咁啊講佔中，即係呢個一個好大嘅話題，但係個話題幾大都好啊。對於我嚟講咧，真係得啖笑嘅啫。有啲人話點可以咁樣嘅？一班嘅學生同埋啲學者，其實我當佢哋小朋友嚟嘅，即係咁努力去到爭取自己心目中嘅理想。你怎麼可以這樣去到說他、啊、打擊他們的士氣，我們拿了石出來先，免得經常走回來，雖然這麼近、啊、老實說我覺得他們的追求呢是絕對不是一種的夢想、啊、而是一種的幻想、啊所以為什麼當這件事失敗了之後呢，對於那些人這麼大的衝擊，即好像在一個泡沫裡面、啊欸、終於個 bubble 爆了、哦、發現我花了這麼多的努力呢，原來乜嘢都得唔到咧，咁啊個人開始就會嬲啊，咁啊，但係可以都講少少嘅就係、是、我起幾高好咧，個樓底好似高啲好啲喎，得清理咗呢度啲雜草先，道門好窄下，可唔可以整到宏觀勁啲嘅門啊？整到好似啲城堡嗰啲，好樣衰。哇，咁啊，33分鐘啊，唉，咁啊，講多10分鐘算了。咁啊，成件事你都睇到佢哋嗰個理想同個現實係差咗一段好大嘅距離，又天黑啦。咁啊，佢原本諗住佔中環啦，而家變咗佔金鐘啦。第一，咁啊，佢想喚醒香港人對於民主追求嘅嘢，結果咧就引咗班牛鬼蛇神啊嘛，有啲都幾有娛樂性啊，即係嗰啲本土派嗰啲，唉，真係。有時見到真係覺得即係比較香港真係一個好 ridiculous 嘅地方啊嘛！我覺得有兩樣嘢比較搞笑嘅就係、是近排啊，好似佔中一週年咧，唔知邊一個嘅政黨啊，就話佢要咩啊默哀2分鐘，為住上年第一枚嘅催淚彈，要默哀2分鐘。喂、哎，我哋要瞓下覺啦，我唔想同啲人再攣過，而家冇咁樣嘅精力。唉、哎，啲雜草度瞓住先啦。唉、哎，瞓覺。人哋默哀係譬如你八九民運啊，人哋真係死咗人啊，或者你以前有啲國有啲嘅士兵為保護自己個國家捐軀啊。
呢啲咁嘅先至叫默哀喎。咁食咗一枚催淚彈，哎呀，我要默哀真係好慘啊！嗰時嗰啲，即係我聽日俾老細鬧係嘛，我出年又默哀啦。喺上年今日呢個時候，我要求老闆加薪，但係佢竟然唔加薪俾我，所以咧，我為咗我係呢樣嘢咧，我俾個食 Q 趕咗出街，咁所以咧，呢個對於我一個恥辱啊！所以今年我就默哀兩分鐘，為咗我受到呢個尊嚴受到創傷，好高啊，跌落去好似會死喎！而家咁樣搞法，好啦，係時候要封頂啦咁樣。好，慢慢起先。我以為好多石其實可能都係唔好夠。咁第二個搞笑咧就係嗰陣時大學生啊，有張相就係跪住喺嗰個唔知道政府正邊度啦，總之條街啦，寫住民不聊生四隻字，係好慘啊咁樣。咁啊，香港的確有好多窮人啊，即係香港嘅堅尼地數其實好高噶，即係貧富懸殊好犀利啊。咁啊，第時玩呢一個嘅嗰個叫咩咧？民主制度嘅時候咧，再同大家討論呢個問題。但整體嚟講，香港都不叫民不聊生啊嘛，即係你而家有綜援攞啊，如果你冇錢嘅話，係嘛？即係你其實在香港真係好難死啊！即係你幾難先至可以真係餓死啊！即係講緊咁啊，講緊美即係之前拉翻之前咧，即係香港覺得呢啲不過正常啊！即係有一次我真係嗰、那個我覺得仲搞笑過呢一啲嘢就係、是。我唔記得咗幾年前香港好似冧嗰棟唐兩棟唐樓啊，突然間冧咗啊！其實香港嚟講好大劑啊，即係你邊會諗到香港冧樓啊？真係，跟住之後啲市民好驚慌嘅，啲記者走去訪問啲市民，哇！你今次我冧樓嘅時候，你嗰陣時走嘅時候係咪好驚啊？佢話係啊，我覺得同美國911啊簡直一樣啊！我心諗哇，唔係嘛？你差幾遠啊？你冧兩棟樓，人哋俾兩個飛機撞埋死幾多人啊？咁啊你，所以我覺得香港有好多都係一啲叫咩小題大做啊嘛，所以而家開始有少少見怪不怪啊！咁啊，當然而家香港頭先都講咗，即係好多人真係姓賴啊，即係將自己一啲。個人的失敗、啊、或者一些個人得不到滿足的東西呢、啊、放了在一個怎麼說賴了落個制度裡、啊、即是覺得唉我應該即是他那個說法就是說哇如果我有民主我有自由甚至現在有些人說香港獨立、啊、即是這個真的絕對是一個幻想來的即是做了一個國家呢我不敢說幾百年之後、啊、我說現在這個 moment咁啊，我谂俾人 call 得最犀利咁啊，就系而家香港人好向往一啲西方嘅国家啦。咁啊，其实我自己都即系你生活过，其实你接触过咧，其实你发现其实人哋有咗呢啲咁样嘅制度啊，无论民主啊或者福利啊等等咧，人哋都有人哋自己嘅困难啦，就唔系话一般人咧谂得咁理想啊。不过未试嗰啲咧，我觉得有少少嗰啲而家啲人就好似嗰啲。點講？好似啲未拍過拖嗰啲宅男啊，見到哇人哋有女朋友嘅心諗自己哇，如果我有一個女朋友，哇我一定大家做啲嘢一定好 sweet 係啦，唉好過自己一個人咯，一個人好點講啊，戇居居咁樣啦，唉得唔到呢個愛情嘅滋潤啦。咁我覺得而家香港追求嗰啲所謂民主嗰啲有少少咁樣嘅諗法啦。咁有啲啊學生可能睇咗幾本書啊，咁啊幾個咩佔中三子啲教授咧，唉算啦，真係唔好講，唔好評論咁多啊，唔係人哋又話你，唉又話你乜鬼啦。但係整體嚟講咧，就係、是、你發現而家已經有呢啲制度嘅國家遇到嘅問題咧，並唔係大家想象中咁美好啊。咁啊，譬如呢個。林肯總統解放了黑奴這個相當即是偉大的成就但你看現在美國那些黑人是不是真的個個都我們現在很乖了我們因為有人解放了我們現在我們不需要做奴隸了我們每天都要心存這個感恩的心全部貧民區那些什麼那些黑人啊大佬沒有錢了一有錢了立刻買支槍你又不要說買支槍先跟著之後呢就怎麼說啊即係
當然有很多人都是努力的過生活的，即當然我不是說 一竹竿打成船人、啊、但是你說大部分人呢就沒有好像、一些很理想的人，就是說、我有了這件事呢之後呢，我自此的生活就好好過了，是、啊、不需要捱世界了。我去過一次七一遊行，其實我對這個政治沒什麼訴求，但是那時候有個同事叫他，好啦，一起看看究竟是什麼。哇，我忘記了，好像11年還是10年，哇，那種怨氣啊，即是厲害到是呢，他會好像 抽走你一些的 energy 那樣，即是咁啊！啲人有啲喺度舉牌啊，咩九七回歸之後乜嘢都冇好過，係啦。咁啊，即係我心裏面有種諗法啦。老實講，我唔知佢嘅經歷咧，好難評述嘅。但係心裏有一個諗法就係、是，究竟你為自己嘅為自己想要嘅嘢啊，為自己嘅夢想，你努力咗幾多咧？即係成日咁樣將啲責任推落俾政府啊，推落俾呢個社會嘅不公義啊，咁樣。如果你講不公義咧，即係要講到美國佢哋立國之前啦，嗰陣時嗰種嘅差唔多咯，40分鐘啊，唔想咁耐，45分鐘 max 噶啦已經。一嚿嘢令到我好不安，我成日驚我行錯腳咧，去咗啲唔應該去嘅地方。好係啦，咁啊我諗如果大家即係而家嗰啲人好向往美國，咁啊而家美國被稱為全球最其中一個最最民主的國家嘛，很多人譬如黃之鋒啊嗰啲咧都去美國啊，領下獎先咁樣，著住件西裝啊，幾靚仔咁樣，係啊，咁啊其實係一件好事嚟嘅，即係瞭解一下人哋嗰啲文化咁樣。咁啊，但係啊，如果你講人哋嗰種即係人哋要經歷過啲乜嘢先去到，因為美國一個好得意嘅就係佢個歷史只有200年啦，咁啊，但係佢嗰個嘅在世界的影響力是冇升得幾快嘅，話中國有5000年歷史，咁啊而家搞到先至叫做好少少，好少少嘅，即係咁你話已經人哋200年已經搞到咁樣啦。咁啊，俾人 call 得最多咧就係佢哋嗰個美國嘅獨立宣言啊，咁啊玩呢、這、一個即係關於夢想，好多人都會 call 啦。咁啊有一套戲 Will Smith 做嘅叫做乜放唔到張床落嚟啊，可惡啊！OK。呢度好似好空咁樣，我咪有啲玻璃啊！阿 IJ 大幫我 check 翻嚟。咁啊，嗰套戲啊，《Pursuit of Happiness》啊，中文我唔知道叫乜嘢啦。咁啊 ，Will Smith 咧，其實一個真人真事改編，唔係改編啊，即係拍成電影啦。揾翻道門先。改編電影啦，咁啊，跟住之後咧。咁啊，嗰個主題就係講佢好窮嘅，咁啊後來就喺間證券行度做咧，終於可以咧同佢個仔咧過翻一啲好好嘅生活啦。Good, I like it。好似我監獄多啲咯，唔緊要啦，黐住先啦。唉，一開始嗰啲邊有咁講究噶？咩美感啊？而家啲現代社會先咁嘅啫，嗰陣時最緊要實際，係啦，住到人，唔好俾啲野獸去到。入侵到咁啊！佢講翻美國castle 啦，好釘住喺度先。美國立國啊嘛，佢 call 咗少少一啲出嚟啦。咁啊，其實美國獨立宣言，我覺得大家有興趣其實都應該去睇下嘅。咁啊，點解個國家可以咁強勢？因為佢喺立國嘅時候，其實大家如果真的要認真讀歷史，美國由立國無論是獨立宣言甚至是這個的甚至是這個的美國的憲法裡面，它沒有提民主兩個字，即是沒有 democracy 這個字，什麼後人只是加上而已。那些美國的開國功臣，譬如Benjamin Franklin 或者這個Jefferson 或者 Adams不是 Adam Smith， sorry， 那個經濟者唔記得叫咩 Adam 啦。咁啊起草呢個嘅時候咧，咁啊可以讀少少俾大家睇啊。咁佢主要咧嗰個獨立宣言咧就係向世界宣示佢哋點解要成立一個國家，同埋點解要脱離呢個英國嘅統治啊。咁啊好長啊，我只係截錄少少俾你啊。譬如佢話前言呢、這個就俾人 call 得最多，其實我都覺得係一個好好嘅 reference 嚟噶。咁啊佢就話咧，我哋認為以下面嘅真理咧係。不言而喻的，他說造物者創造了平等的個人呢，並賦予他們不可
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所以 Pursuit of Happiness 就拿了這個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這一句裡面做了它的戲名，追求幸福的權利 Pursuit of Happiness， 為保障這些權利，人民才在他們之間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當的權力則來自被統治者的同意。大家記住，不是人民去到授權，政府的權力是來自法律，即我們簡稱做憲法，嚴格來說。所以現在香港很多人說什麼政府的權力來自人民，這個絕對是錯的。好，睡覺先。他說任何形式的政府只要破壞上述的目的，人民就有權力去到改變和廢除，並且建立一個新的政府。大家聽完這個覺得真的很有道理，是不是應該可以 apply 在香港，是不是就是 I have a dream， 個個都立刻這個馬丁路德上身。但大家要了解他當時究竟美國人是遇到一些什麼的待遇呢，來到令到他促成這個這麼堅決立國。現在的人什麼沒有真普選就要立國，真的這些真的絕對是 bullshit 來的，真的。他當時呢整篇嘢裏面呢，其中很大部分呢就是一些控訴和一些譴責呢當時的英國的、大英帝國。他說他們當時呢，第一大英帝國對他們收很重税 90% 的税，即是你、100元賺了 90 元就要給政府了。他們經常維持他們統治權呢，將一些的、急要的法律呢就很遲去頒布，將他們的地方議會呢專登移到去一些很不方便的地方去到開會，令到他們奔命的。他說、那這些煩一點而已，現在香港都有啦，是吧，就是經常近排啊什麼這些低能的事香港政府做不少啦，是不是。還有呢、如果你說真的的話呢，首先、他們呢是死很多人的。那時候美國政府呢就跟那些、當地土著那些、現在很多人聽說印第安人、很多美國人殺印第安人、其實一開始呢那個英國政府呢就煽動很多印第安人呢的部落呢去攻擊美國的殖民地、令到他們那些的軍力呢是很削弱的，也有一種恐嚇的目的。因為呢印第安人那種的打仗方法呢就是他無論男女老幼呢全部呢都是殺的，沒有這種什麼。所以他在一個獨立宣言裡面講說這種這樣的連、這個的什麼 Barbarian 野蠻人的都做不出這樣的事，所以他根本是不配呢去到、去到統治任何的人的。亦都、他說在每一個壓迫裡面呢不是說立刻反抗的，他說用最謙卑的言語呢去到、向這個英國呢去到懇求這個救濟、但是他們得到的答覆呢都是一再的傷害。他說這個的君主在品行上已經打成了漢在暴君行為的烙印呢，便不配做自由人民的統治者。我心想你香港有沒有遇到、我真的要拆毀了這個人，是不是他咪將 Anders 帶過嚟嘅咧？拆唔到嘅。Anyway， 係啊嘛，即係而家我比較煩嘅就係大陸人啦，即係喺香港周街屙屎咁樣。但係嚴格嚟講咧，我哋香港人有冇話咩俾人殺啊？剝奪我哋嘅？你可以話即係阿梁國雄長毛抬個棺材出嚟啊，俾人搶咗啊，剝奪咗佢嘅用棺材去到訴苦嘅權利啦，係嘛？咁啊，最後之後譴責咧，美國再喺即係佢話獨立之前咧，佢話咧佢稱咧英國咧為自己嘅兄弟兄啊，佢話我哋唔係冇顧念我哋嘅弟兄，而係一再警告佢哋，如果立法嘅機關企圖將無理嘅管轄權咧橫加佢哋頭上咧。我們亦都提醒過他們我們移民和定居在這裡的情況，希望曾經喚醒他們的正義感和這個的合義膽照，我們懇切的陳詞念在在同樣的同一個血緣的份上，大家是保持一個合理的關係，並無一些無情的掠奪。
咁啊，呢啲嚟自正義同埋基於血緣嘅呼聲咧，佢哋係完全係罔顧嘅，所以逼不得已咧，我哋不能不宣布同佢哋分離啊。而我哋會點樣對待佢嘅態度對待佢咧，就係、是、戰時嘅時候係仇敵，平時咧就係朋友啊。咁我我諗好多人啊，即係而家將民主自由呢樣嘢，即係一種嘅所謂嘅夢想啊，佢將佢神話化咗啊，就係話誒呢一啲咁樣嘅嘢一定即係。不公平，系啦，个的士司机冇俾一蚊我，系啦，咁样，所以咧，我就要为我自己嘅公平咧，去到争取翻啊，或者我冇得选特首咁啊。其实我觉得，除非你嘅理想系做特首嘅啫，如果唔系，究竟你点选啊？即系喺我嘅立场，其实唔需要咁睇得咁严重啊。好，咁啊，即系讲咗梦想啊，仲有一个 fantasy 同埋理想啊。都未講，不過我哋都要總結啦。咁啊，即係其實我自己好簡單嘅啫。即係我覺得，如果即係我自己對香港一定有啲好基本嘅期望啊、要求啊。咁啊，即係建制派唔好咁蝦碌啦。即係咩抌埋發叔嗰啲，真係笑咗笑咗成，即係可以笑成世啊！呢啲近排又有個乜鬼個官啊，即係話咩啊，飲完水可以延年益壽。哇！真係正抖抖啊！真係～都要求啲建制派唔好咁蝦碌啊！即係搞埋啲咁樣，咁你民主派唔好成日得個講字啊！即係你想贏，你咪喺嗰個議政就嚟選舉啦，你咪走去贏人咯，係咪？即係憑你嘅實力，即係而家啲人冇選佢出嚟喺個議會度冇實力啦，咁啊人又話人哋中票啊，諗點中都唔多啊，大佬！即係你可以 check 嘅，我覺得應該 check 嘅，但係老實講，而家就算真係我覺得香港有普選啊，即係。有邊一個嘅特首係真係見得人啊！真係我真係諗唔到啊！即係你揾阿黃毓民去啦，即係揾阿黃毓民做特首啊！係啊，即係佢連掟杯要練多啲準繩先啦，即係呢啲要求。咁啊，即係梁振英啊，要求似翻個政治家啦，唔好成日都話誒，我哋會根據法例做嘢啊！咁啊，即係仲有咩啊？香港隊打入世界盃外圍賽啦，即係呢啲。即係我希望會發生嘅嘢啊！仲有即係我想我個 Bay of Tanks 啲勝率高啲啦，即係每一場開始嘅時候未夠四分鐘已經5-0啊，輸緊，跟啲人咧好似我啲隊友走去送死咁樣嘅，咁啊即係啲好簡單咁啊，甚至我希望如果我 channel 有啲 haters 嘅時候咧，即係俾啲創意，即係我真係好希望咧遇到一啲傳奇式嘅人物，係啦，就係 haters 我都唔介意嘅，就係一個喺我 channel 裡面一個傳奇嘅 hater。即係 world class 我都接受嘅，世界級嘅 haters 我都接受啦。咁啊，真係，但係呢啲嘢其實好難咯、啊，真係，我覺得係啦。即係你知唔知有幾難咧？梗唔知啦，因為你只係掛住，你只係想到你自己。好啦，咁啊，今集就完成咗啦。吹咗幾耐水啊？52分鐘。如果你有咁嘅興趣睇曬咧，我只能夠十分佩服你，因為我自己都唔會。好，咁啊，個 Minecraft 暫時就係去到呢度咧，起咗呢一劈咁樣嘅嘢。挺漂亮啊，是不是？那我们下集再继续吧，拜拜。